阿金，走，票杨哥已经买好了。哎，不，舅妈这个帽子今天有点漂亮哦。怎么，阿金？来，小伙子。啊。这漂亮的很。这是乐山大佛。这是乐山大佛。哦，对对对，等、哦、阿金。这是鲜花。喜欢这你是不是？啊。上面还有更漂亮的，阿金，舅妈。走吧。走吗？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阿金，快走前面，走。阿金，哎，跑哪儿去了？阿金，阿金，哎，舅妈和阿金呢？哎，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阿金，舅妈，我找你们半天了。哎呀，累了。什么子啊？我走不起了，马上就你送我回到回去。啊，舅妈，我们还没到大佛呢。哎呀，走不起了，累死了。休息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，舅妈你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去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到我们乐山大佛了。我这不喜欢。这里不喜欢呀？嗯。舅妈前面还有很漂亮的。哎呀，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休息一下嘛，阿金，你们不要乱跑了。我舅妈说她要坐个地方，她太累了，然后我就啊，我刚刚找你们半天了，知道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就牵着我，好不好？到哪儿都不要跑，哎，一会儿前面人还会更多，知道吧？行。让你走丢了，不要怪我哈，阿金。一会儿你就牵着我哪儿也不要走。啊，休息一下，舅妈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回去了。舅妈。这我不喜欢，小伙子。那这里面是旅游的地方，是很漂亮的，舅妈。你看，人都很多的，看见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不喜欢，真的我不喜欢。啊，呵呵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干活了吗？慢慢的。干，这走路吗？哎呀，走不起。走不起了，是不是？走不起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舅妈，没事。阿金，来，我们陪舅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。坐一下。啊，好。来，阿金，摆个动作。这样子好。哎，小伙子啊，我是拍一个，你舅妈也拍一个是不是？啊，好，舅妈你来，我的手机里拍，用你的手机拍呀。啊，行，舅妈你给我嘛，来，我给你们拍一个。好，来，阿金站好，你们。期待的人啊，就算四海为家，就算风吹雨打，也要留下。阿金，舅妈，哎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啊，看鱼，看这个鱼是不是，舅妈？啊，来，小伙子，啊，今天这鱼买了两个屋头吃，好不好？舅妈怎么？你说把这个鱼买回去煮了吃啊？啊。舅妈，这个鱼他不卖的，他这是拿来看的，知道吧？人家不会卖给你的。啊，咋发笨了？你看你是哄我了吧？没有，舅妈，那这样，一会儿我们下去，小杨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好，买这个颜色一样的。啊，这我就喜欢这个呀，那鱼的喜欢。你说喜欢这个鱼呀？啊。但是小杨没有办法呀，舅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人家是旅游的地方，他不会卖给你的。那红的我，一点都没吃过。啊，这个红的没吃过是不是？啊，这个红的不能吃的，舅妈，不能。那颜色看嘛，好吃的很的。是吧？啊，没事，下面还有，我们下去买，好不好，舅妈？这个是他不会卖给我们，我们下面去买，好不好？阿金，你跟舅妈讲一下。别听他的。你说这个鱼怎么可能会卖给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人家这是拿来看的。啊。我们那边也有鱼嘛。你看。那我这个也喜欢。那是舅妈，这个喜欢他也不卖的，我们下去买，有买的有卖的地方，这个鱼好不好？好嘛，走嘛走嘛走嘛，你过来，阿金走，我们再走。